嘿，对面那小子，嗯，理一理你大姐我。大表哥，他不理老子耶。然后呢？你想表达什么？居然敢无视我！等我出去了，我就砍你个小王八蛋！大表哥，我们越狱吧，行动代号就叫逃离监狱行动。能不能别起这么 low 的代号？都感觉大气不起来。哎，先看看怎么出去吧。这房子里应该有什么暗道的吧？不是吧？居然要我装马桶，朕做不到。我先走了。你等等我啊。这不还在房间里面吗？嘿，小王八蛋，你怎么又去撩人家？怎么就装过去了？年糕，快跟上我！我怎么感觉你对逃离路线很熟悉啊？难道在这之前你还进来过？怎么可能？哦，废弃的牢房，天花板都漏水了，这个盆盆肯定是个指示，窗户好像也不是防弹的，果然这里能出去。小哈士奇，你知道怎么出去吗？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呢？他告诉我怎么出去了呀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再那样。咋样？你倒是说啊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先找个狗粮吧。Surprise mother！ 我去，里面有狱警在看守，干掉他们吧！我数三二一，然后就上。好的，冲呀！我跟你们拼了。不是，我都还没数你就上去了，这么勇的吗？嗯，我没了，说好的上呢。我都还没说什么，现在再上一遍。可以了，全部搞定。过来这里，这里有你要的那个狗粮。刚好，那我就去喂狗。这里有好多武器啊。嗯，我去，要不要这么激动啊？围栏都撞崩了。准备可以出去咯。哇，开门就撞见狱警，运气要不要这么好？还好我会极限拉扯。别看了，找别的路啦。这好像也没什么路可以走的样子啊，都没看到有什么暗道。臭三，你有找到路吗？嗯，人呢？上面上面。上去了也不说一声，真是什么猪队友啊。现在怎么走啊？哎，我怎么就没了？刚发生了什么？外面有狱警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鬼知道哦，看我拉出去就是一枪头。看还有没有阴着的，等一下又把我阴没了。没了，放心啦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这里能刮到的东西都刮完了，我觉得应该也就这样了。嗯，这应该就是那哈士奇说的最后一道门，里面又是有重兵把守。真汉子是不用枪的，看我上去刀了他们。算了，打不过还是用枪吧。龙头钥匙呢？在我这呢，别急。油都没有，现在开始徒步前行。啊？